对的。还是你要他再打大一点，打一圈，或者分成四等份。现在把它换成那个内环。哪个大？内环的大是吧？嗯。你插销了吗？等一下啊。往上一拔就行了。先塞这个，先扣住它，然后再塞吧，你才弄不掉。塞不进去，我塞错洞了。